有很多一颗一颗小小的粉刺在这边。Oh my god！ 这个粉刺都少很多，对吧？全部都被我戳出来了。因为我平常都没有在清粉刺的习惯，所以这边日积月累下来，就有很多一颗一颗小小的粉刺在这边。皮肤变得超 blue 的，毛孔都被洗干净了。我现在鼻翼两侧变得超级干净的，粉刺都被洗出来了耶。再来，我会使用这个去角质的慕斯来做更深层的清洁。鼻头这边粉刺超多的，我要特别加强一下。你看，不止脸，我手上也都超脏的。瞬间变超干净的。哇，我觉得我的脸有变白耶，而且现在摸起来超级滑顺骨溜的，整个还有我鼻头的粉刺也都被戳出来了。整个粉刺都少很多，对吧？全部都被我戳出来了。使用完双粉刺克星之后，现在上妆底妆变得超服帖的。你看我现在完妆之后，鼻子都没有颗粒感，而且都不卡粉了。所以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买哦。